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款很平价的吉他，就是由 Benson 他们所推出的 PN 系列合板之王。那为什么这款吉他要叫合板之王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。首先我们从琴头这边开始看，它的这个 logo 设计呢，都是用枫木的镶嵌设计，就是非常的有质感。然后它的旋钮也是他们独家定制的油压式旋钮，那另外它的上旋枕是塑钢的材质，然后下旋枕是用牛骨的，对，那它整体的设计就是非常的简约，然后很有质感的一个设计。那它的面料呢，一共有两款，就是像这个全桃花心木的，跟另外有这个云杉面板的设计的。那我来拿一下它不同孔身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。首先拿的这个是 BGPM2C， 这一款的话就是比较像 GA 孔身的。那我来拿一下感觉给大家看，就是一个正常的吉他孔身，应该男生或是女生来拿都还蛮适合的。另外呢，再拿一个 ON 筒 ，ON 然后没有缺角的筒身，感觉起来比刚刚的那一把还要再稍微小一些些，搭起来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子。如果你是想要拿一把比较小一点，适合携带外出，或者是你体型很娇小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一把，这是 BSF PM2C， 比较小一点的筒身，这样拿起来就相对女生来拿应该又更舒服一些。就是这一次的介绍。那目前呢，我们门市都还有少量的现货哦。如果有喜欢的朋友，赶快来门市抢。